你刚才对王雅婷真有意见，你把手拢要喷火啊！我你不要半点钟，我伫楼顶等你。我就是爱有专属你的两人时光。真，你突然在从阳台对不上。你家那有一点啊一点啊轻轻的物件，这是查某囡仔的化妆品。我耍一个时间，你现在一定要给我比较正眼嘛！我真正顶要把都穿开啊！你敢知影？我想讲，从阮来爬楼，无甲你讲倒一间，我会当甲你讲。回到恁爸以后嘛，爱知影，我就是你的媳妇。既然安尼，即马甲伊讲嘛无差呀。等伊开门上班啦，咱直接入去。好啦，这门总是爱甲拍开，我拢信这狗屎啦吼，敢做出对不起阿婷的代志。三个半点钟，你拢是我的。狗屎啦！你竟然敢做出对你反背阿婷的代志哦！啊！你刚才对王雅婷真有意见，你把手拢要喷火啊！蔡依珊这次是咧安排对吧？假使会当对你有帮助，你的要求我拢从免去做。我你不要半点钟，我伫楼顶等你。我就是爱有专属你的两人时光。真，你突然在从阳台对不上。你家那有一点啊一点啊轻轻的物件，这是查某囡仔的化妆品。应该做疗伤的膏，你医生就能疗伤的时阵，万一中医收起。来复制啊！我耍一个时间，你现在一定要给我比较正眼嘛！我真正顶要把都穿开啊！你敢知影？我想讲，从阮来爬楼，无甲你讲倒一间，我会当甲你讲。回到恁爸以后嘛，爱知影，我就是你的媳妇。既然安尼，即马甲伊讲嘛无差呀。等伊开门上班啦，咱直接入去。好啦，这门总是爱甲拍开，我拢信这狗屎啦吼，敢做出对不起阿婷的代志。三个半点钟，你拢是我的。狗屎啦！你竟然敢做出对你反背阿婷的代志哦！啊！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